我都看着时间呢，看了一年多了。终于下定决心了，我说不能，我也得去减去。剪短了是吧？啥办法？剪短都回不来了。没事。啊？没事，我想念你呀。你今年多大了？你看我多大？五十多岁呗。嗯，57呗。57。嗯。奔着47使劲呗，中，越年轻越好。越年轻好，再说你这头发也跟枯草似的，也没啥用。那可不是吧？这还怎么使人家小金牛呢？嗯，不使更出不开。嗯，蚂蚁进去个大窝，是吧？就这发型，这发型你剪完了有啥期盼的没有？就是想要达到啥样的一个感觉？有点气质好打理。有点气质好打理，不用很怪冷是吧？嗯，那你不要看着我脸挺冷吧，都揪着你，既然来了都倚着你的。你平时都着装呢？平时着装里头啥都穿，你还穿裙子？我感觉你休闲的少。嗯，那休闲衣服也有，也反正也不少。嗯，剪完都没有了。嗯，剪完。我估计剪完之后上面得需要给它烫一下子。上面不烫的话跟小猫喷似的。上面染上。不是一个染，一个是染，第二一个都是你这么多年扎头发和老大印儿，你下不来，老从这块分着，所以这块必须给它弄得蓬松一点。那你就看着呢。嗯，是你的。反正我头发是挺厚的。啊，头发挺厚，挺多。挺多。剪完了和你现在两个人啊，嗯，剪吧，啊，剪，做好准备呢是吧？做好准备了，今天来就想起你，跟家人商量好了没？嗯，不用商量，这点主还做不了，能做主是吧？能做主，那就换人了，嗯，换。看了一年多了，看一年多了是吧？我说昨天晚上你没直播是吧？嗯，直播总给你点赞嘛，是吧？嗯，啊，为了这个得点漂亮了吗？那可不，嗯，回家继续点红心啊，点，剪烂了，剪吧，没有啥用处，是。这发型做完了以后，让它显得很精神，很有气质，中吗？中，你老家迁徙的啊？是。现在你在迁徙的吧？现在在迁徙。那你说话口音也没有啊？没迁徙口音。要是说我们老家，嗯，头发跟草一样。啊，我们老家离迁徙还应该有70，还有距离呢。嗯嗯，就是现在在迁徙住的。嗯，这回发型剪完了，回家团转一下精油啊，是，养护养护。妈呀！反正嘞，对我有信心呗。有，对你有信心呗。对我自己咋说你？啊，气馁了。跟过去也是一个大美女。他们讲吧，因为长得困难嘛，我都先天不足，后天就让你这头发来补补。早起几点到家出来的？那也7点多8点来钟吧。昨天晚上睡好觉了没？昨天晚上，嗯，睡好，没想那个事儿，是想着我这夫妻痣，我觉着自己好看吗？嗯，毕竟这头发它不是再生资源是吧？嗯，是再生资源，但是长得慢。我头发长得可快了，是吧？嗯，啊，你就这么想，把糟了也剪下去，算留一留，是吧？是，嗯，我头发耐长。你也换个心情，你好，养一养发质挺好。你当初剪这头的时候没想过剪个半长不短的重新过渡过渡适应适应？我没说剪着，2000年给我剪着。2000年剪过了。剪过一回，哎，跟溜了似的，那着能看、啊。嗯，这女的你发没发现，过了50岁就特别不适合半长不短的，要不就长一点盘起来，嗯、要不就短一点精致一点。嗯，对吧？我说别到这儿，我说给我那个，他剪短他不敢剪，嗯，知道不？他不敢剪，他都给我剪。剪完这，哎呦，我说可了不得，这也没法瞅，还不像我以前那看着顺眼呢。嗯，你也挺挑啊。不是，不是挑，都各个看。本来他们讲话的长得都困难，你说他再给我弄个大头发，更难看了。
长得困难。是，说你这长得这个 小个儿多好啊。哎，要不咋说一个发型多重要啊，是吧？是，之后都不敢剪了，以后也不敢尝试了，都还是好来烫烫吧，嗯，好来烫烫都是你早个多钟。嗯，都不敢剪了。嗯，直到遇见我，看见我了，是吧？是，看视频看了一年多了，都有信心了。嗯，我是非得尝试尝试去了。要不年前似的，我都想来，这你说这，这不敢，再试点吧。说我的小视频让多少人重拾自信，是吧？是。要不你都老点小红心，老点小红心。我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你直播录这个给你点，是吧？大爱之人呐，是手指泪多。我没说，我点的手都抽筋了。是你啊？不都是我？对的，我这么老多，显出操心得了不？是操心。操心。嗯。家孩子们。几个呀？其实孩子更不用我操心。嗯，两个儿子呗。俩儿子啊？那可不。我的妈呀！都是说也挺听话的。挺听话的儿子，这个大的我孙女都十岁了。嗯。二的还没有呢，在那个浙江呢。啊，二的还没搞呢。嗯。毕着业在那站住了，不想回了。将来老了，你们家人口多呀？是啊。很好吧，你要趁着现在轻松啊，你都应该多臭臭美，等着岁数大点了之后，我感觉这帮孩子们也不少，你也没空了。是，跟你朋友们说着没？说你剪头嘞？没说，回去给他们个惊喜。我们那外甥女们都说我快剪了去吧，快剪了去吧。嗯，总说我快剪了去吧。我说剪去，哎，完了之后比如说预约吧，预约想着周日来了嘛，周日说没法，人家我儿子给我预约了，怕我变卦。嗯，他说我值班没法拉着你去，嗯，人家让我爸拉你去，我说你爸拉你去睡接孩子。嗯，中午没人接孩子，我说我拼车去吧，拼车更省事。嗯，我自个都来了。嗯，看来呀，这是大家的愿望吧。是啊。是吧？嗯。小六十的人呢，这个头发这么多的少，不多。那掉的还挺厉害呢。啊，你头发。我跟不挺拢的。你头发不好啊，都是你自个儿折腾的，知道吧？嗯。又烫又染的。这回剪完了，小精油插上点抹，养一养。真。我发现插那小精油了，好像这头发有点硬，是吧？对。嗯。增加头发韧性嘛。嗯。我说要俩儿子，以后指着儿子们不养老。那咋说呀，你说呀。这他们哥哥还过来不过来呢，指望上了。那咋整啊？那。自个儿。那自生自灭呗。现在那期望不要求他们给我们啥，都不要求他不跟我们要啥的，都挺知足的了。是吧？反正父母的爱都是无私的。那可不。嗯，但愿儿女们都好一点，是吧？是。自个儿说吃点苦受点累也可以。那可不。嗯。都把最好的给他们。嗯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养他小，他也得养你老啊，对呗？是。再怎么地，得有口吃的。是。啊。其实别求大富大贵，是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平平安安的。哎，对，因为生病这过日子，我成年的人说，这个过日子这个钱上啊，多也花，少也花，嗯，多了多花，少了少花，没有可以不花，对，只要没病没糟的，是吧？嗯，因为你吃馒头、吃喝粥也能对付一天，对吧？对。嗯，都学会知足的容了。我成年的管俩孩子说，我们。刚一开始过日那空啥也没有，老的还给不少账。那你说那不过也过着。我这跟我大哥的时候，我说那空你小那空有病买药都差二分钱。我说你爸爸俩都把家具都翻遍了也没翻着，那空差一分也不中不是啊。那时候过得这么那啥的。嗯。那叫困难。嗯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。那可不。你看过去为啥说孩子们一生病喽，喜欢吃罐头啊，吃什么的，是吧？是是。嗯，
去去火。那可不，他都吃不着啥不是是吧、嗯、现在他给他吃他都不吃。对。青铜不？青铜显着好像是那个特别头特别轻巧似的了。讲完了老干练的。老干练了。都不像退休的。还像有第二职业的。其实还是啥也没有的，修理地球的。对，那你可以装出来呀。那装不出来。现在有气质是天生出来的有气质。你气质真挺好的，包括你的穿着啥的。这妈呀，终于姐可了不得了啊。有明星相的。大脸盘子。有福气。脸忒瘦了忒苦面相、嗯、对吧，反正瘦了整那么多，现在整的挺多了。你还真带明星相，我告诉你。嘿呀，带明星相、啊、嗯，大脸盘子多难看呢，我多久没看着我自己顺眼过是吧、嗯、希望剪完头的顺眼呗。你的脸不算大的，标准不大呢，看着我大脸呗。对，看着我你视频的那个、哦、嗯。你这都活不了了，别人咋活呀。你说到了一定年龄，多少都喜欢短头发了是吧？其实 啊都是看你视频看的。是吗？嗯。我看是这一辈子有可能长头发。都不看你视频时的都在那搁着呢。不剪了。我发现我的作用还挺大、啊、是吧、啊、都看你视频看的。嗯，来了这人都认说吧，看视频呢，这看视频看呢，对，都跟走火入魔似的呢。你们是吧？你不如总纠结，总纠结还不中孩子去。嗯，对，咱别看，早晚一天都来。那可不行，总纠结。你都说值不值当的吧？值的，嗯，值的。啊。五六十岁五十过后了，没啥能让自个儿心心的东西了，是吧？是是。啊，你说只有剪剪头。我说我剪剪去，这我都没冲动过，我都不行冲动一回。难道这辈子今天是最冲动的一回吗？嗯。和见网友是一样的感受，是吧？你们那都疯了，你们呢？我疯了，我看你视频看你疯也是你带着头啊。回家继续点赞啊、嗯、点赞小爱心点。你说这十多年呢都是烫了不好砸起来，嗯，烫了不好砸起来，总是这样啊、嗯、十多年总是这个，嗯，哎，可想尝试就给我搅了一个那啥先发。哎，没法说呀，你说我心脏不有时候不去好吧，他搅着搅着我说我可了不得了咋着，我说我这心脏不好，他说哎那这我都不跟你要那个改头发的钱了，我说你还跟我要改头发的钱呢、嗯、我说我要心脏病都要犯了。今天没事吧？今天没事，之后都一回没上那去过。嗯，以前在那做过几回头发，那你说也不会跟人那是不好的是吧，挺大的也、嗯、找我都是高难度的，三五十年没剪过短头发，是他不敢尝试敢。嗯，平时不戴眼镜啥的吧？花不？不戴，花也没戴过眼镜。要是干点针线活了，戴上一副。不像刚剪的吧？不像。三十年呐，啊。嗯。我赶紧把我今天一天的经历都给你了。再看一下后面啊，你最难剪的就是这后面。但是后面呢我尽我所能了啊，把你收的很自然的、啊、这块都扎辫子扎的都撅着，后面没你推上去啊、嗯、自然的。中不满意不满意？满意点个赞吧，点赞点两赞。怎么样，立马显得特别有气质了是吧？怎么高了啊、满意是吧？满意满意点个赞，满意满意吧，姐满意。下回来吗？好。